其实我喜欢你。你一定要现在回去找他吗？你为什么一直避我？我不用什么都跟你交代嘛。啊、你不是收我的吗？小路的遗憾与你有关。为什么你又可以这样？大人，是小路啊，你不是死了的吗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K-Cash成天超感应学员结局篇，星期一至五晚9:30 ，Feel TV。